好啊。嗯。来了。你他妈在这呢？什么？那你？哎呀呀！阿狗怎么？阿狗跟我们走阿狗。啊。哎，小的，吃饱了。拿远点的，给他投递过来。这个是见过条的，是吗？嗯，这个。那里面两次什么不要出来吃呢？不贪吃啊，那只是没味道的，那小的了，小的很奶的，妹妹，他们在喂他妈妈吃吗？在干嘛？到这次了吗？这次是很多嘞。走了，谁？弟弟还会吃吗？他几百吧？啊？不可以喂啊！就我，你说那么多，他吃什么不吃？那怎么了？吃了好自由。没有，你要给上他不会吃。我就不给。啊！他那边了，他那干了，你没看到？哦，马进来，刚刚忘了。啊，没吃饭的。啊，没吃饭的。那个亲家啊，这几个要中医嘛，可能很厉害。哪一位？要不要喝水？过来。我来了，两个出来，就不可以用，你把手让它咬紧点，看它一只。
你觉得为了是什么？为了自己，为了舌头。阿伟问他很辛苦，他很辛苦。我敢不敢提？高点啊，他吃不到。嗯，掉了。啊，你这好是笨蛋呢。那是白的。那是白的。啊，你今天是舔我的手啊。看到口水都不擦。别拜拜。啊，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到你了！给给，来来来，又够。哇哇，老伟一堆人呢、啊。哇，喂你啊！哇，这人是太厉害了。啊，你干嘛你？又过来，过来，上上上。啊，你吐下你这都给吗？啊，你又是你。过来呀、啊，过来！哟，你看这只，不要吃，这抢命还不要吃了。没工作真的新加坡了，新加坡，新加坡啊，对新加坡，对呀，这个很便利，对呀，很便利。把你手套拿、啊。在济州岛龙头海边摸了发财。济州岛海边呢、啊？
摩的上课。在哪里？我是在那个龙头经济来的。真的吗？给你能吃一点吗？等那个小叶，没吃了。哇，这个硬核死了！哈拉啦，我们在哈拉山。等啊，零，现在是零度。大雪山是多少？
你看呐，过了。我满分了。死人了！呀，你还要上班？快走吧，白的很红的，酸溜溜的笑。多完美！是的，那个。哇！我老了。走你了嘛？是，哈哈哈，到。那你搬头吗？嗯。你没。바로 드실 거라서 그래도 하나 있잖아 뭐. 甜不甜？椰子就旁边。
好的。没事吧？好的。上海等人。不要钱啊，超生。